年的吗？我99的，我1月份。哦，可能离你没有多少距离，可能离你没有多少距离。对，然后就开始。哎，这是新朋友吗 ？Hello。很温柔的声音。哇。好漂亮，商业互夸。哦，你好，我叫李志鹏。我叫志豪，志气的志豪，谢豪，叫我小豪也行。我叫孙秀，北方的孙秀。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长得很像？没有吧。他们是双胞胎。我昨天看见那个名字了。对，他，我是弟弟。哦，他们俩去接待新人。哦，我叫吴舒阳，你叫我小吴就好了。好的。小豪就行。小豪。好的，小。小豪有一种刻意热情。砰砰砰。好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呀？今天我们应该是划船。哦，走吧。开心吗？你们两个？这个怎么形容呢？这两个男的，他们就是你来了之后，他们就对我态度突然不太好了。小豪，等一下我跟你坐一块儿吧，然后他俩坐一块儿。行。小豪有点不太乐意，我觉得。给你盖点。谢谢。没事。啊，你啊！嗯，在晃啊。哎，他们都动起来了，没心情了。你可以录一下后面那个。太热了。哎，你要不把这个披上吧？我不用，你因为你的那个。我不用，谢谢。要不然你我不会。哎呦，这是哥哥吗？对，哥哥。哇哦，哥哥的春天来了。这个手臂晒黑一点没关系，看不出来。你是哪儿？我在深圳长大的。哦。你呢？我是东北的，我是鞍山的。鞍山的，有鞍山的。然后我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，然后研二。所以我是九八的。哇哦。然后就感觉自己比较不再年轻。没有。哎呀，你是00的吗？我99的，我1月份。哦。可能离你没有多少距离，对，然后就开始。然后我在想，那我介绍的时候，我让大家管我叫小孙还是叫老孙？我们都叫你秀，可秀了，秀。哥哥突然一点也不内向了。对，他没有在说颧骨之类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好了，真的。哥哥是要找到这种开放一点的空间，比较自在一点，是吧？要这么开放才行。就是蓝天白云河水。室内聊筋膜，室外聊爱情。没错，特别不同的氛围聊不同的事儿。